现在是在做这个 Into One 的毕业演唱会的排练，基本上排练进度是在顺利进行，大概有70%吧。是的，老师是最棒的，老师很牛哎，哇，我们爱冰子老师。对，就是这么可爱。节目真的非常多，然后是以一个强迫自己兴奋的一个状态在排练，要不然感觉自己没有办法顺下来那么多节目。因为这次我们演唱会真的是最后一次 Into One 的演唱会了，所以就会有一点点的慌张的感觉。因为练习时间也比较紧，演唱会的歌词也很多，跳也很多，舞台也很大，所以队形也会变得很多。确实是练一天少一天，跟一帮兄弟们一起练舞时间以后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有了，所以就一想到这个的时候，练习时候还是会多很多干劲。现在就是以比较平常心的心态在练习吧，我觉得还是比较专注在记每个排练的内容，包括点位。我现在在准备记住所有的歌的歌词，还有队形。这位帅哥是我们的队长 Into One，Into One，刘宇。今天感觉如何？好，他说话呢是另外一个价格，咱们就是说先不问啊。哥，你打了，你打了，走了。太累了，哥还得练，还在排练啊，还在排练。先起来，先起来。跳起来都是
像打了十斤鸡血一样，那个汗就不停往下流，就所有多少力气就用掉了。现在我们在我们 IDG 的练习房间，然后呢我们在准备我们的演唱会。今天是18号，很多词，很多新的就是中文词，很多新的队形，就是要记忆非常非常多东西。不管是从专业角度来说，从声音和舞蹈上都有很大的区别。期待我们的演唱会，但我感觉我每天会更难过，每一天更难过，越来越难过。唱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，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感动。明天啦，明天啦，明天啦！哎，老师在吗？我们是倒计时5天的 Into One。哦，4天那个。4天的 Into One。今天 Rise 来表演，我们来看。哇，这是什么模特啊？啊？这边。这个演唱会是我们等了两年，几百天的演唱会。我们没有做过这么多的项目的演唱会。就平时我们去，比如说苏州也应该有差不多10首歌，泰国有12首歌，那这次是20首歌。我成团最大愿望就是能开演唱会，没想到真的会有一天能够有自己的演唱会，10000人的演唱会。节目真的很多，台子也真的很大，点位也真的很多。舞美也真的很复杂，所以还是很难的。就对我们要求不只是把舞跳齐或者是怎么样，就还要记啊。我们但凡有一个人走错位置，就都会出问题。所以 ，yes， 反正挺考验我们配合的。4, 8, 1, 2, 3.
我想听听自己的声音。自己的声音再大一点，大一点。好。我们能把这个前面的数字再扩大一点吗？现在有，其实有一点点小。我二点七五。其实昨天彩排下来我还蛮兴奋的，可能因为想到就是最后一次大家的彩排，所以感觉会有一种不同的情绪在里面，所以就是不会特别疲惫。然后因为是最后演唱会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努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一个演唱会，因为想做好嘛。对，从容的能面对一些舞台，然后也很从容的在舞台上可以进行一个唱跳和享受舞台，我觉得非常的自豪。这一次最喜欢的舞台，哦，这是个好问题，可能还是点睛吧，我毕竟对这支舞比较喜欢。挽手之望，青楼不喧腾，双眼一睁，我昂扬振奋，在下车脚步要稳，快将河水要沸腾。你觉得对于我来说最喜欢的一个舞台，如果让我按精彩程度和这个整个节目的质量来说，我还是觉得点睛是最能够代表一贯的作品。跳的话应该点睛，对我来说很美，我们表演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很美，但是看起来很酷的，真不荒美的意思。我想请我之声点睛，我最喜欢的舞台，因为最累的舞台，因为最累的作品。但是我觉得点睛这个舞台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因为我们一起面对很大的困难，因为这个舞台的舞蹈是特别难，对我来说也难，然后大家一起起舞是特别特别难，队形也很复杂，动作也很复杂，对我们来说好大好大的挑战。那个时候的练习的样子，然后舞台上的我们的状态，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的。千年故事，我们不怕困难，我钻石可不破，传奇可不破，并且拉起新时代的幕。我最初的对手有没有想过以后？今天是我们演唱会第一天的正式开演，然后非常兴奋，因为今天上午有一个3小时的连排，我觉得是让我非常有安全感的，所以我很不担心晚上的演出。加油加油，一定会非常好的。期待，紧张，困，困。因为终于我们的演唱会，而且昨天的彩排也我们很认真，享受舞台吧。Yes。Hello。Hi。侬老漂亮。为了带来给大家的完美的舞台，所以我们通宵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的舞台特精彩，期待一下。走吧。
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场在上海告别的演唱会，然后说实话有一点紧张。其实我们之前因为在泰国和日本已经开了两次演唱，也算演唱会，日本那一场演唱完再跑去换衣服再回来，这个过程也算是熟悉了，而且我们的曲目 绝大部分都表演过了，所以对我来说没那么紧张。演唱会每次都让我紧张，所以这次我的调整是别怕。我只能这个现在时间是4月21号下午5:13，然后距离我们演唱会开始还有1小时47分钟。粉瓶，那小心，那粉色的瓶子。现在一点儿也不会紧张，面对很多观众舞台啊，就是有时候。你知道害怕的时候会把耳返塞得特别紧吗？害怕听到一些什么声音，现在就会学会享受，就把耳返摘下来去听现场的一些反馈啊声音什么的。红色还行，你是自己就是洗头了又洗头了是吧？昨天彩排呢，咱们就是遇到一些突发情况，一些意外导致我们就是整体大 delay，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历届就是听说他们演唱会都会有一些需要熬夜的情况。对，昨天试排很久，就是因为演唱会不只是我们成员自己的，就是表演好就可以的，也要各方协作才能完成的好嘛。昨天回去以后第一时间没睡着，所以就是其实精神状态和体质状态不是特别好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晚上没问题，有这个自信。但是明天可能大哭，我不哭。来，明天见。都没买了就不好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明天见，明天真的是我们的最后一场，期待一下。明天见，明天一定加油，哭出来。措不及防，闯入你的心上去。上面，没问题。往前拉一点，我觉得有惊喜，女团舞。要重现复刻那个四代创造的这个主题曲，这个设计是代表了这四代人的青春，他们在这两年之内的回忆，
第一次真正的谢幕。是很荣幸吧，因为其实我们不是代表四季的创，但是我们就是有一种尊重前辈们的感觉。快乐和可可和爱爱的走。我觉得像舞蹈教室里面最后一个走，最后一个关灯关门的那个。哦，这个比喻太好了，我喜欢，优秀。就是哎，空调还没关。三二一，对吧？你说 we are， 我们说 one， 会顺一些。三二一， we are into one。来，音乐响。灯光老师，他们拿麦的时候可以稍微收一点麦克风吗？先唱的时候再给出来。记得昨天晚上我和李默两个人站在我的房间里面，然后我们一直说这是我们最后一天可以一起在我们的家，我的房间里面聊天开玩笑。有很多事情还想跟他们一起做的，但是就一眨眼就没有时间。晚风吹起你疲倦的白发，抚平回忆留下的疤，你的眼中明暗交杂，你笑。我之前还挺自信说我自己不会哭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哪一个瞬间，或者哪一句话，或者是哪一个画面能一下刺激到我。感谢 Insider， 因为有你们 Into One 才可以就这样茁壮长大。慢慢的我学会在舞台上去让自己不那么紧张，我觉得这种成长是在 Into One 带给我的变化。虽然有困难，然后我们一起努力，努力的过程中我们是一起快乐。因为我们是 Into One， 我想给他们看最好的表演。我想做
更多的事情跟你同一起。我有一个突破，21年前没有做到的，是接受自己的一些负面。我是一个特别要求完美的人，然后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完美的那一面，但是这两年中他给我一种好像在上课，然后在上一种接受自己的课。我觉得这两年我做了很多事情，然后我感觉非常充实，我觉得没有过得很快，反倒是一种很享受的状态在过这两年，实现了我一个目标。因为我以前来梅奔是买票来看别人演唱会的，对，这次能在这里开演唱会是一个新的起点。我当时成团的愿望其实就是这两年跟上进度，然后强化自己，一直在进步就可以了。然后结果实现了，那反而还其实还超过我当时对我自己的预期。现在很从容的能面对一些舞台，然后也很从容的在舞台上可以进行一个唱跳歌享受舞台。To an I insider man，就还希望可以像第一次演那种，有一样的热情，然后有一样的舞台效果，希望能感染到台下的观众。给自己两年的男团生涯一个漂亮的收尾，最后的掌声只为此刻。好感动啊！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。总之就是希望所有在这里的回忆都是美好的。是的。好，我坐这里啊。三二一，灭！Into one, in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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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e,